伙伴，快看呀，我竟然发现新乐园的样子。伙伴，伙伴，快看呀，我们蛋仔岛的新乐园原来长这个样子。嗯，原来长这个样子。伙伴，难道你们不好奇蛋仔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是什么吗？我的蛋仔岛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。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，伙伴，我们蛋仔岛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。大家再看最后一蛋仔岛吧，大家再看最后一眼现在的蛋仔岛吧，我们的蛋仔岛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，赶快看一下。今天我收到爆料，你们看，我们蛋仔岛上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城堡，这个城堡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大门。伙伴们，你们看。嗯，我们带着走进大门，这里竟然还有一个红绿灯，大家千万别闯红绿灯啊。伙伴，你们看，我们蛋仔岛上还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摇篮车，小黄竟然坐在摇篮车里。在未来还能蛋仔岛还会出现一个全新的三轮车啊。伙伴们，伙伴们，以后我们的头饰也会变成一个帅气的话筒，所以啊，伙伴们，我们蛋仔岛要发生一个重大改变了。你们喜欢未来的蛋仔岛吗？你们喜欢吗？